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在台湾也有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黑板树。没有，这是樱桃。哦，这是樱桃，可是樱桃已经结完了。哦，孩子们的恍然大悟，才知道自己对植物的认识还不够。他们是花莲复原国小的少棒队，暑假期间到加拿大参加比赛，特别安排了一趟慈济爱心农场行。那我们教他们环保，让他们知道这个大地需要大家来维护，让他们能够体会到慈济在全球都能够照顾到需要的人。打完球回去台湾，也能够将来投入我们慈济的环保的行列。少棒队的成员多数是台湾原住民，出国这一趟也带着自己家乡的特色歌舞跟慈济志工分享。这些小孩子也是从小就开始一直在打球，那我们也是希望学生，可以到国外去看看国外的打球的小孩子的状况，跟一些不一样的球风之类的，那希望他学到的东西是跟在台湾不一样的。希望透过这样的交流，能够让他们知道说，在国外其实还是很多人可以关心他们。那希望让他们可以感受到说，大爱在人间。那其实我觉得他们可以慢慢回去之后，慢慢去内化他们所感受到的这一切。收下志工致赠的大棒棒糖，寓意孩子棒棒都能打出好球，旗开得胜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吴群芳、尤德坤、翁淑如，加拿大报道。